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一直少年老成。没想到在让他动心的女生面前，他也只是个少年。夫人你好，我是总经理的秘书。你好。经常听总经理提起您，特别是您的厨艺，所以今天贸然来访，是想向您请教一下。那跟我来吧。别那么紧张，有什么想学的吗？选三道最简单的菜就可以了，麻烦你了。好。尝尝，嗯，好吃。那一道水煮白菜呢？谢谢总经理了。你好，要一个这个和这个，再来一个。谢谢，客气。这家餐厅很不错的，我特别喜欢。那你们的喜好还真挺相似的。嗯？我说，花。菜啊，都是我妻子喜欢的。这样，这次是我挑的餐厅，下次换你带我去你喜欢的餐厅。其实我很少在外面吃，因为他很会做饭，所以我基本上都在家吃。夫人厨艺很好啊，我是说像餐厅一样的那种吗？或许吧，其实都是一些简单的菜，但是很好吃，就像那道水煮白菜一样。虽然只有开水和白菜，但是味道很特别，很好吃。只是一道很简单的菜。水煮白菜。
我想学学那道菜，你可以教教我吗？这道菜啊，十分的复杂，需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。不是简单的开水和白菜就可以吗？原来他是这么和你说的，煮开的水和白菜。这道菜先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来熬制骨头汤，然后再挑选白菜最鲜嫩的部分，十分的复杂，哪有什么最简单的呢？多大了呀？今年23。这花可真好看，夫人照料的可真好，换作我呀，一天就枯了呢。也就每天都换下水，还能维持几天。喜欢花？喜欢，特别是带着露珠的那一种。夫人也喜欢的吧？喜欢，也不喜欢。比较喜欢养在外面的，还在泥土里的花，像是盆栽那种。你觉得总经理是个怎么样的人？总经理啊，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人。你别看他表面上看起来很冷漠，但是他私底下对我们特别好。每次我们加班呀，他都会给我们准备奶茶。时间不早了，夫人，那我就先离开了。我和总经理只是同事。虽然有些冒昧，不过夫人，您跟我想象的有些不同。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夫人您的厨艺很好。谢谢你。喜欢花的秘书，只是秘书吗？萧然吗？哦，是我。
最近忙吗？一起吃个饭。嗯，忙倒是不忙。哦，我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，要不一起去看看。行，那一起去吧。其实当初你一毕业就结婚的消息在班上传开了，大家都很吃惊，还议论了好久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一直这样，对什么都很有耐心，大家都以为对于结婚这样大事，也许你应该等等再考虑考虑，毕竟追你的人那么多。从小就是这样，追他的人特别多，所以当然要先下手为强了。啊，还好成功了，看来还真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呢，是我追的他。从小时候起，他喜欢什么我就学什么。你这性子倒追人还是挺震撼的。不对，有人知道的。其实他求婚很仓促，就是在餐厅里吃饭的时候突然掏出戒指，然后就求婚了。收到私定终身的戒指应该挺开心挺惊喜的吧。其实我知道他并不是打算在那天向我求婚的，急匆匆的一点也不像是他的性格，而且发票还在袋子里，被我不小心瞄到了。怎么样，女人的直觉很恐怖吧？可怕。那你为什么答应了呀？为什么不？他愿意娶我，我愿意嫁他，为什么不答应？啊，花开的挺不错的，我记得你也挺喜欢的。摘点。算了吧，摘了你也不喜欢。偶尔出门转转也挺好的。我很想抽烟。大学同学。是的，大学同学。你常去那家餐厅，就是我开的。我以为西安的厨艺不比我那差，毕竟当年那么久。不知道，他大学的时候天天练习啊。他没说过。走啊。这个喜欢吗？
结账。夫人，我和他是大学同学。是，对。谢谢夫人。夫人，今天会议比较晚，总经理还没有吃饭。你是个好孩子。不介意再问一声吧。算了。回家吃吧，简单一点，就水煮白菜。这才是开水煮白菜。其实你自己也知道的，哪有什么简单的呢？只不过是在回避而已。公司秘书。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今天看到你们在一起，我很惊讶。他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至少我去找他的时候，他什么也没问，也没说什么。我没有什么立场，也不用坚持什么。谢谢你，让我搭了个顺风车。不客气。明明像往常一样每天都浇水，
怎么会？Tick tock, every day goes by. We keep quiet, still keeping the high hold up high. Tick tock, near some time, we feel down.